看蓝绿白的部分区域，那尤其是民众党，有人说是双叛徒，一个是背叛时代力量，一个是背叛亲民党黄珊珊。亲民党的基本成立的时候就讲过，我们是柔性政党，不管他们原来是不是我们亲民党的老朋友，我们从来没有口出恶言，靠四个字来讲，勿忘初衷，祝福他们到另外一个阵营，能够去把亲民党的理念也同时去发扬光大。